有没有睡觉啊？有啊，他有睡。嗯。那、啊、你们就直接过来哦。对啊，你看我们家小的到现在还没挂哦。好厉害哦！谈谈今天早上六点就起床了，然后就一直吵吵吵吵着，我们就带他出来游泳。刚刚从自来水园区那边结束，然后马上过来踢足球。他到现在还没挂，本来以为他会在车上喝牛奶睡着，结果他还没睡着，还不错哦。怎么了吗？不是吧，因为他是隔壁的啊。啊？很棒哦，哦，好厉害哦！谈谈加油哦！